난 나 제일 잘하는 거 할게요. 선배도 선배 잘하는 거예요. 너가 제일 잘하는 게 뭔데? 들러붙는 거. 정말 졸졸 따라가네. 韩剧《远看是蔚蓝的春天》改编自同名漫画，讲述人生远看像喜剧，近看像悲剧的二十代大学生成长故事。此剧更被韩国网友誉为是校园版的《卫生》。饰演男主角吕俊的朴智勋，在2017年参加 Produce 101，并以第二名成功加入限定男团 One on One。在选秀节目的主题曲结尾中，以帅气的外貌加上 Wink， 迅速登上韩国热门搜寻，并称他为 Wink Boy。剧中自认是社交达人的吕俊，遇到男秀贤学长后踢到铁板，秀贤不仅不搭理他，甚至还戳破他的假面具，这让吕俊下定决心一定要让秀贤跟他做朋友，因此对秀贤展开了一系列猛烈的追求攻势。제가잘못한거맞는데나도잘못했죠쌍방과실선배밥살게요나업어주고내가토해서옷도버리고이건쌍방과실아니잖아요내가죄인이지심심한가본데다른사람찾아봐 우리오늘커플컨셉이네요선배가나따라입었나이왕이면바지도벗지그래요팬티차림으로시원하게너참특출난재능이있구나상대가뭔말을하든무시하고해맑은척들이드는거아무한테나는안그러는데虽然剧中的 love line 是吕俊跟素冰，但吕俊跟学长的互动根本让小编我的腐女心大暴动啦。网友更称裴仁赫饰演的男秀贤根本是拿到女主角的剧本吧。후배가친해지고싶어서얼쩡거리면예의상맞장구라도쳐주셔야죠좀편하게사세요난불편한게좋은데곧편해질거예요적어도나랑은제가그런거잘하거든요